个是我的表弟啦，杜志凯。你高级公寓这周来访的客人是母你的表弟，这个表弟誓言为部落服务，要学族语，还要考医学院，但 Jack 发现他根本都在偷懒，骗很大。你都在看什么书啊你？我房间的床上都是漫画。被抓包的他到底有没有心要为部落服务呢？敬请锁定原视16频道，你高级公寓。